么大，对，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我看啥？大吉大利。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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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我当时我递了以后，我赶紧就往包包里面装了。但是我真的，钱呀、啊。我不知道。这里面会装什么？米。米。对。米入钱吗？不知道。看一下，怎么啦？哇，四哥，走，我们赶紧回去。啊？有点不行，我们先回去走。回去哪儿？回家，回你家。回家干嘛？咋啦？你不是里边什么东西啊？我们先回去。啊？回去，回去，快点。怎么了？你不是？那我都着急了，我们快点，你怎么啦？你先不是你？算了，我们先回一趟家，再来。咋啦？你怎么啦？先回去嘛。不是我们，我得回去，我得回去。不是你要去哪儿？你先等一下。你先回家。回哪里去？回你家。回我家干嘛？这个我不能收，快点走。咋啦？怎么了，富哥？你快点，我都快急死了。你过来，你咋啦？你我都快着急死了。你不是你不是你先过来，不是你不是你等一下，怎么了？你不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你先把直播下了，我们先回去等一下。不是不是，你先冷静，你先冷静，什么东西？你给我看。是那个这个这么多，不行，这个不行。你先坐，你先坐下。我不能收阿姨那么多那个。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你等一下，金子啊，过来，你等一下。不是，这个是不能退的。啊？你收了是不能退的。啊，不是，这太多了。不是，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不行，我不能。你给我我看一下多少。有一句话说的是不受接来，就不应该这样说，就是人家那么多，不能收人家那么多钱。没关系的，你先坐下吧，你别急。这不是礼物，这个。不是，你先问一下，你请教一下叔叔阿姨们，好不好？这个是不能退的，你知道吧？你看一下公屏，好不好？不能退的。但是太多了，富哥。我看。我以为里面是放了东西。我看一下多少。太多了。不多呀，这个哪里好多？不多呀，不。啊，不行，我从来没有收过人家。你不能退的，叔叔阿姨们，这个能退吗？你给我，你拿来我，要不你就拿着，我拿你拿着。我拿着什么？你就说你对，你退比较好。我退什么？对，你拿去退，行不行？然后你就拿一张，我拿一张意思一下，好不好？我拿一张意思一下，然后你把剩下的这些都给阿姨，好不好？这直播间里面不能漏啊，你不要拿出来，我就说不能退的。我就拿一张，我就拿一张，然后这其他的你给退了，好不好？不是，叔叔阿姨们，这太多了，我觉得阿姨生意不能退，我就拿一张，然后其他的让富哥给阿姨拿回去，好不好？我说一张我拿着就可以了。金子，你想好了真要退吗？嗯，也不是退，我就心意稳定了，我已经拿了一张了，好不好？我已经拿了一张了，嫌你给，不是嫌给的少，我不会这样子，就不会说要去推他其他的，我就拿了一张。不能退，你看叔叔他们都说的不能退，没多少呀，我感觉。因为当时就是。有直播间里面有叔叔阿姨给我发的私信说，如果说阿姨给的红包你是不能当面给拿来看，啊、我当时我收下我就直接我说谢谢阿姨，我就把放包包里面了。你金子，你自己想一下，想清楚了，你真的要退吗？对，要退，这个我真的不后悔的。我如果说我爸爸知道我收了别人那么多钱，我爸爸也会那个，因为在彝族里面，如果说你给这个钱，就相当于是给彩礼的，不能去收对方的钱。就是见面礼啊，我们汉族有这个规矩。因为我爸爸到时候会肯定会认为说我自己私自的收彩礼啊什么的。不是彩礼啊，这是见面礼啊。你问一下叔叔阿姨们吧，好不好？叔叔阿姨，这个时候该，你们来给金子讲了，怎么了？我手机里面都是汗。富哥，怎么办嘛？那有什么办法呀？那你就收下呀。啊？你就收下呀，你这个就收下呀。这样呗，
你就说我把这个转送给你了呗。转送给我了？这样可以吗，叔叔阿姨们？我说我把这个转送给富哥了，这样可以吗？你。退了，阿姨不高兴的，不能退，我们都这里都是这样。啊，我真的太多了。太多了，这个我真的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现金，富哥。金子做的对，收一张啊。那个你们说金子收一张，把其他全部退了，是不是？啊？我先看一下，等一下弄丢了。这个正常的，对啊，叔叔他们都说正常的呀。不是你给你急的。四五十五五二五三六四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六六二六三六四六六六七幺零一万零一吗？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打发你的八六见面你也不是打发他的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十四九五。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一百啊，富哥啊，还有吗？这还有这有一百张了，那就是这边有一百张了，那应该就是两百张吧？应该我估摸着应该差不多。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你别数了行不行啊，能不能给我泡点茶喝啊，金子啊，四三四四四五哎呀你傻丫头，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五七应该是两个 W 吧，应该我感觉六三六四六六七好事成双呀，七十你不能数了，一会儿直播间不能漏的，来吧你收好，好吧。不行，富哥，这真的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呀？对，我真的我太多，我说这个我会良心不安的。连阿姨，我不能收阿姨那么多钱，怎么办，叔叔阿姨们？怎么办？你们给我出主意好不好？你要退，你自己去退，好吧？你不能退的，金子，你这个是真不能退的，这个是。我妈给你的见面礼，你知道吗？哎呀，那你拿着就你拿着嘛，要不你拿着嘛。我拿着呀。啊，你拿着嘛。啊？应该都不能退，退是不能退，那怎么办，叔叔阿姨们？这太多了。交给付钱保管，我保管干哈？他给他的我不能保管呀，给他的。太多了，我怎么弄？我太缺氧了，叔叔。你先穿好，好不？这个是我妈妈的心意嘛，这个是必须得收下的。太多了。还好呀，我觉得。我当时我以为拿那个小黄鱼给你，我还震惊呢。我说我妈那么大方的吗？那还不如给我小黄鱼呢。啊？这个太多了。给你小黄鱼？哎呀妈呀！那还不如拿一只你说的什么小黄鱼给我呢，这个真的太多了。叔叔阿姨，今天要小黄鱼，我跟我妈说说好不好？啊？哎呀妈！小黄鱼给……哎呀！你笑啥？啊？你这要小黄鱼吗？
我觉得还不如拿小黄鱼来。小黄鱼拿那什么，拿就是50克那种，100克，50克一50克的，或者100克的那种。50克是多少？50克你算吧。它就是黄金是吧？现在算。小黄鱼是不是？是480是吧？一克。嗯，对，应该是吧。50克是多少？2400。2400。嗯，那总比拿这个好呀。我要不我去，我给阿姨说，我说你干脆换一个小黄鱼给我。这样行不行？可以吗？可以。说阿姨，这个我们现在在成都，这个太多了。我说要不你换小黄鱼给我。2400啊，真的那个还可以一点。这个太多了，200张，太吓人。可以，叔阿姨们赞不赞成？同不同意？你不要笑了啊！不要笑了。叫他拿个，好事成双嘛，得拿个200克吧。啊？拿个200克。就50克就够了。不是，好事成双得拿个200克嘛。那我不会，有没有更小一点的？小一点的就行，不要超过1000就行，我觉得。那就2根嘛，2个50克的，就是好事成双嘛，100克嘛。不用那么多，走吧。那现在赶紧回去吧，先。就等一下，我先去超市里面买一点东西。我说我出来。你还买东西干哈？就你都拿那么多东西，你还买东西干什么？现在再买点牛奶去。家里边啥都有，你还买牛奶？再买点牛奶去，然后就说我出来给你买点牛奶，然后不用把这个给阿姨。我说阿姨你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我刚刚确实没有看到里面是什么，然后我确实把我吓到了。我就是可能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我一个农村里面的孩子，我真的没见过那么多。要不你还是给我小黄鱼。你要几个小黄鱼？就小一点的就好，就两根嘛。小黄鱼它是不是就是金条？对，就电视里面的那种。对，说明阿姨很满意，你推的就是小腹。不要逗青汁，富哥没逗我呀。不要，他们怎么说你在逗我呀？他们听着好像算账，要小黄鱼，要黄鱼更笑话你，什么意思？金条价值很高的。对呀、啊，他刚刚富哥算了嘛，2400嘛，是吧？你说，富刚算的是2400。对。你笑什么呀？你刚刚不是算了2400吗？对啊，你要2根吗？50克的吗？就一般都是100克的，2根就是200克。你说2400啊，刚刚是多少一克来着？我不知道。叔叔阿姨刚刚他说的是多少来着？就是50克，一克是多少？我不知道，你问叔叔阿姨们。480。怎么了？怎么啦？怎么保持沉默了呀？啊，丫头咋啦？怎么啦？你怎么啦？你手机坏了。啊？手机怎么坏了？手机没电了。